他的剑是不会失手的，所以只有一个解释，是他自己愿意放弃的。你到底跟他说了什么？我只写了两个字。哪两个字？天下。你心里只有天下。还有你。我不信。 如何让你信？拔剑！你害了无名，害了长空，害了赵国。拔剑！当初我们相识的时候，你也要我拔剑。 为什么不挡我的剑？这样你就信了？我一直都想跟你回家，可惜不能去了。 你一个人好好保重。你为什么不挡我的剑？